车辆转弯，请做好扶稳。游客在您右手边高耸的这座是建筑的是婚礼庄园，庄园内有九个欧式殿堂，提供婚照拍摄、婚礼策划等一站式婚庆服务。备受欢迎的海花岛夜晚灯光秀在这里闪耀登场，带领大家追寻心中的海花之梦。灯光秀时间是每晚的八点整和九点半共两场，车辆转弯请做好扶稳。各位游客，在你左手边的建筑是四号博物馆，有梦回敦煌展，它的演出时间是晚上的七点整和八点半共两场。跟随着小火车前进的方向，我们来到了饮食一流街，沿途迎客欣赏到不同国家的风格建筑，饮食街有米其林餐馆，甚至海鲜上海火锅小龙坎，首先老字号小吃徐老太婆汤面以及麦当劳等中外美食商铺，在这里可尽情的享受舌尖上的顶级美味，是美食家们的各位游客，饮食街站到了，有创饮食街示范的生。